这家大喇叭广播上村里来卖肉来了，是吗？走去瞅瞅去。这个大集还没逛呢，这个卖肉的先来了。他们说上村里卖肉的也不赖，走瞅瞅去。嘿，这大早上，远处就是山，挺好。啊，有卖肉的，走瞅瞅去。嚯，你说这肉亮的起亮，这边的肉都一指标。您后台那个多带点，口号，就是这，对他这个。大家好，水哥。刚才我刚穿上，就咱们在北京里边啊，穿着一个西服啊，穿一个小毛衣薄的，我觉得行了是吧？一出去逛大集去啊，今天咱逛大集，但是我一出来受不了了，没待一分钟，赶紧穿了一个羽绒服，媳妇儿给你拿来。嗯，你这好像切勺子里边穿一西服，外套一羽绒服。真冷啊，我来的时候还说呢，这个温度啊比咱那边差不多，差个四五度，不行，得差十度，差十度啊。听说啊，这边叫七家镇，这边也有当地的大集，咱们去看看有没有好东西。就爱逛集。走着。嗯，我们已经到当地这个大集上了啊。看看大，这是大集吗？是，我瞅瞅吧。您这大集是卖什么的？这是什么呀？暖壶塞儿。啊，我还真认识暖壶丝儿。这叔叔卖暖壶丝儿呢，各种那个什么家用那个器材上配件儿。对啊，这是七家镇当地的大集啊，往里走走啊。据听说里边远着呢，咱慢慢溜达。花好不？当地卖猪肉的，这是柴猪吗？往外盖养的，有胖有瘦哦，个儿养的。我们说他那猪头笑眯眯的。瞅这个，这哥们儿这儿卖这个猪啊，两个烧好大猪头，看看，真好。这从北京过来带什么水果？有的是，苹果、奥柑、苹果、香蕉、栗子啊，什么都有，这玩意儿不用带。我以为就北京卖英格白菜呢。承德这边也卖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您这个那个山花椒，山花椒就是不会煮秧的，熬菜用的，熬菜用的，嗯，是吗？闹一块炖着炖肉特好。嘿，这长见识，没见过。山花椒，比那个怎么卖这个？这个是十块钱一圈，啊，十块一圈是吧？比那个什么，比咱买那花椒不是还好吃？当地这个卖肉的不少，这家他都现杀的，这现杀的猪，多少钱一斤？这猪十一，这猪啊，咱本来今儿。十一块钱一斤，鸡蛋、鸭蛋、鹅蛋。哎，粉条。这个您这叫什么呀？小锅干粮。小锅干粮。嗯，苏州人叫烙糕。对，烙糕子是吧？烙糕，对对对。整事儿的二十。啊。啊，就是。是这样，主要是这样。啊，二十二斤。要带着大骨头是十吧。啊、哦，带着大骨头十八。是吧？等回去的时候带一下，是吧？承德这边的，这叫什么？榛子。榛子，对。野生榛子。小榛子，大榛子。对，直播收的。从十块十起步。小米儿这边是吧？对，本地小米儿。啊，棒身儿，您棒身儿。这个吗？是。啊？我吃糖口那个，人家太棒了。到时候给你扣着，到时候给你扣着吃一个。人扣我啥用啊？活干不了，还身体不好。挺好的。这有这个名菜，这个便宜，哎呦，这里边人还不少呢。肠，没有啊？啊？条面小肠。黄梅。条面小肠。荞麦。荞面。荞面。荞面，不懂啊，外行一看就是。啊，是您自己灌的。这纯鲜。这是搁酸菜捞的，对，酸菜的嘛。这蒸着是个肥姐。哎，刚咱出来买点回，让他给咱捞点。行，行，怎么卖这个？十块钱一斤。十块钱一斤。新杀的猪，灌着血。对，全是血灌。鸡场在这儿。啊。那憋完了就灌。哦，这大哥是卖血肠的。我也杀猪。啊啊啊！啊，挺好。待会儿买点。哎，里边有货，哎，里边有东西，哎，好多自己看，这应该是野鱼吧？对，小河鱼。小河鱼是吧？小野鱼。对，
这鱼干不赖呀、啊，多少钱一斤这个？这个七十一斤。怎么吃啊？炸，就昨天咱们吃那炸，就那个。嗯。啊。你干啥呀？这鱼干鱼干鱼干咋吃？你还记着跟丹东那回吗？那鱼干哄，让我哄着吃。啊。这玩意儿就得走的时候买点是吧？你跟这儿好买这。你啥时候走啊？对对对对，挺好。这小河虾。这小河虾，现在买吧。熟的是什么？烫好了，刚是烫好了，就是没搁东西，没搁盐。回家一炒。对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香菜。香菜。这承德的香菜都比北京的香菜好，这家特香，真鲜灵哎。我们住那个房东大姐自己来买菜去了，啊，都从这儿买，啊，个儿重的，挺好。货架，往里走，哎，里边有新鲜东西，挺好哎。您这什么玩意儿？韭菜花？韭菜花？啊，真是韭菜花。这是杏核。这是葱苗子。葱苗子。嘿，这把葱。这是杏板。啊。啊，杏核，杏核真好。嘿，这是五块钱一斤。野菜，小榛蘑是吧？松蘑。这松蘑是吧？多少钱一斤？松蘑？五块钱一两。啊，五块钱一两。嗯，这玩意儿最好吃，你看这多干净，把根儿都掉。啊，这什么面呀？这是棒子面，它那就杂豆。啊，杂豆面。嗯，杂豆也有棒子面。杂豆棒子面。嗯、这怎么吃啊？贴饼子。贴饼子。啊。雪山高，我这吃这个最好。嘿，挺好。当地的炸货，哇塞，承德大麻花啊，大松子儿，怎么卖的松子儿？啊，45。好像是后来橘子炒了，吃了半年多就。嘿，吃啥啥的。三嫂说这东西是不赖呢，油炒面，嗯，拿温水一沏，开水一沏，就跟芝麻糊似的。啊，有点像，嘿，新东西没见过。啊啊，扫着，这家吹什么？菠菜北京有，纯棉袜子10元10双，相当于白送。这个菜籽是吗？菜籽啊。种了菜籽儿，看看、这辣椒可不赖，穿的真好，这手艺，可是多好。哎，是，不是那个金银花是长的，金莲花、金莲花，对，这是金莲花，对，纯粮酒坊，买5斤送2斤，买10斤送5斤，五块钱一捆，来一捆，咱们熬菠菜吃，行，当地的。小卖部，看看有没有过去的年代感。上北京来，这都是。对，都是北京来的。对，我们走的时候也上您这儿买点来。我在那呢。啊？我在温泉呢，我就温泉的。啊，您就那村的。就是村的，就我自己宰羊。啊，就您自己宰羊是吧？羊。那等我们走的时候也来这儿买呗。行吗？上我家买就行。家在哪儿啊？就在迎泰温泉宾馆。好，那我就跟我们那房东说一下不行了吗？问他一下，您家在哪儿不就完了吗？好嘞。买的哪个？买的这个。哪好吃啊？啊，这好吃。这多少钱？咱们吃不惯那个，还是这。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就荞面、摊白面、玉米面。这个呢？纯猪血，纯猪血，血清的。啊，那就来这个。嘿，有点意思啊！各种小榛蘑，瞅瞅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取的，瞅着是不赖。弄一小套，这家吕大公主有颈椎病，当地有这叫什么？地黄板，黄板，黄板，可以搁在脖子后边。4块。你倒这叔叔呢？还不够柴油钱呢。这是榛蘑，葫芦条，茄子干是吧？嗯，榛蘑，肉蘑，这挺好的，是吗？啊，对，还有大松蘑，啊，还有松蘑，怎么卖？100一斤是吗？这是自个儿弄的，是您搁那个自己采的吗？哦，
山野生的，就啊，野生的。就这个。大吉逛完了啊，冷了。吓我一跳！我以为你要干嘛不冷？我差点以为我怕你冷。这边啊，刚开始我来的时候我还说不冷呢，挺冷的，风沙特别的大。没有沙，别听他的。风早上反正风硬着呢。我们早上七点多就出去了，不是？特别冷，然后逛了一下这大集啊，这规模呀，说心里话，人啊并不是特别多，有可能我们去的早，我们去的是八点半九点是吧？他们说这十点钟是人还多呢，没准今天风大，但是它里边啊有可买的东西啊，像一些针模呀是吧？但是这里边啊，我个人感觉啊，咱不能说有真有假，肯定有市场上取的，是吧？掺着这个假如说从大山里边采的一块卖，有真有假。是吧？然后呢，猪肉不错，卖那个柴猪肉的特别的多。首先啊，质量好，便宜。那回看，对，那柴猪肉，反正它这普遍啊，柴猪肉都卖12一斤，就是说市场取的那种都10块钱一斤。嗯、那柴猪肉跟它还是有区别的。那个柴猪肉的那个肥肉，它是透亮汁倍亮汤的，对，发油性的那种，跟果冻似的，嘟嘟嘟的。然后那普通的发水，然后它那肉乌。还有一个，你看他那取的那种咔咔都有戳，知道吗？哦，这个猪肉的时候啊，走的时候可以带点排骨啊，是吧？五花肉啊。我还发现了一个，因为我特别爱吃羊肉，他不爱吃，他没有关注。这儿有一个人家养羊的，那羊黑红黑红的，可好了。到时候我走的时候带点羊腿、羊排。还没说呢，就跟我小伙子的直流哈喇。直流哈喇的，哎，我要是这东西好，那绝对是没挑了啊。然后这里边还有什么血肠啊，当地的野菜呀、啊、香菜跟咱这边长得不一样，都挺好，可以带一些啊，当地的特产，我个人感觉挺好，就是走的时候可以带一点。对、嗯、在这住的时候尽量不要买太多了，因为这儿吃喝那老板娘说我们要买猪肉，他讲了别买别买了，中午给你们炖。大吉逛的不知道让你们满意不满意啊，反正我就是我个人的见解，我感觉里边有可买性的东西，不错，挺有意思，挺有意思的。一圈就是，反正身心都特别舒服，哎，真的跟北京的大集不一样。好，拜拜了。